barely slept while we were on the train. My thoughts kept me awake with a burning fever to see our new home. My wife Hildred and I decided to move suddenly. She hurriedly packed our luggage, taking only what was strictly necessary. We cut a good deal buying this place near the river,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owned by a well-known barber in the town. This house is surprisingly large. There's enough space on the ground floor to turn it into a beautiful pub, while downstairs in the basement there's already a large, cozy kitchen. I can't wait to get to know my new customers. I've always enjoyed watching people eating the meals I've cooked for them lovingly. My husband, Percival, has cleaned the first floor and set his room up for business. A fancy tailor shop. Oh, it won't be long before we see the women from the local district showing off the beautiful outfits he has made for them. We are going to bring home the gold with our business. You may wonder what the secret behind our success is. Our loyal clients, obviously. Fantastic people. I feel kind of sorry about killing them. We have decided to use an unusual ingredient in our specialties. As a result of the insanely high meat prices, due to sheer hunger, or simply because it tastes so delicious, human flesh is highly appreciated. We do not know the reason why, and we don't really care. But don't worry. We don't waste anything. Even their clothes are cleverly reused by Percival. They just need a little patching up, and then they are ready for sale again. At full price, of course. We are working so damn hard to do things right and earn as much money as we can. We're going to be finished very quickly. Good morning. Now this game is still in the test version. But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it will be released. This person is like a dog in the street. 至少说明搬到这边是正确的选择，我们会发财的。别太快，亲爱的，我们必须保持低调，努力工作。你很清楚冒多大风险啊？嗯，好，把尸体扔到厨房里，你来处理它。OK， 它的那个控制方式感觉起来比较像是《List of Mine》那样子，很像的。还有那个 Prepare Mr. Prepare 那样子，来打开来扔下去，但是里面的题材就完全不一样啦。我、哦，对来，新鲜的肉，是时候囤积一些碎肉了。新的绞肉机对较大的猎物很有帮助啊！拿起尸体，哦，控制上其实是还蛮顺利的。哇、哦，绞肉了，有没有人想要吃人肉香肠啊？哇哇哇！哎、啊，骨头去哪里了？食谱，哦，原来是一个烹饪游戏啊！好好好，我需要面粉跟碎饼来做一个肉馅饼，然后呢，闻到香味了 ，OK， 拿起一些面粉，然后放上去，然后再拿起一点绞肉，哦，这个小绞肉不错，新鲜。接着拿起托盘，放到烤箱啊！你不用先搅拌哦。你就整个扔进去哦！我还以为我在玩烹饪游戏，原来是魔法游戏啊！通过一些改变，我可以做得更快。或许我们可以修理另外两个烤箱。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才可以来这样做，以后会解决这个问题的。肉馅饼看起来是金黄色的哦，真的是魔法烤箱哎，太棒了吧！全智能还是科幻烤箱？我要把肉馅饼放在哪里？哦，放在那里就可以自己动手了。好哦，他说的是哪里啊？它没有，嗯，啊、哦、啊、哦，往上滚，往上滚。OK OK， 它浇水其实是蛮直觉的，只是因为我比较笨。哦，年纪越大越笨了。我们准备好了，不知道我丈夫是否也准备好了。他把它清理干净就是了，再滚上去。哦，上下切很快，血肉横飞。要把这些清理干净，在地板上没有血之前，谁也不能上来。好，拖把。是说拖把清血有这么容易吗？印象中其实不太好清，我之前偷了一些衣服。
展示的模型身上没有衣服穿，我们可以把偷来的衣服打上补丁，再转手卖掉，以高昂的价格。勤俭节约，吃穿不缺啊！店铺虽小，但你是专业的。好，让我们从那堆偷来的布中取一块出来。有，然后到缝纫机这里。OK， 我可以等。哇，真的是魔法，还是高科技？不管是哪一个，其实到后面其实魔法跟科技是很像的啊。我们应该根据希尔德利的需要调整工作时间。好，无论如何，不管是哪一个，我们把它放在展示的模型上面了。OK， 一切都准备就绪，现在可以迎接顾客。哎，刚刚那个他杀的人是男的，然后他把它改变成女用的衣服了，你看，有趣。打开店铺，亲爱的顾客，上门来吧。究竟是顾客还是食材呢？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OK， 有了有了，来拿吃的了。每一餐都有不同的价格。好，吃得很开心哦，好夹哈，新鲜的呢。我把菜谱放在上面。OK， 他们要为我提供美味的佳肴付一大笔钱。我们现在有 14.2 了。嗨，你好。哦，一栋，然后有上下楼，就是入口都可以进得来。牢记工作上要精益求精，我们不希望顾客对我们的评价流传开来。哎，你买女用的，原来你有变装癖啊。好，有一个预约需要给顾客量尺寸，等待顾客的到来，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在他来的时候把他给，是吧？嗨，那就不理我们，直接走进去了。大哥 ，OK，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提供更多的肉了。啊，卖衣服不赚钱吗？哇哇 ，OK， 衣服我们拿走。来，丢下去了，单位，再一个。接下来我们应该是要用滚轮，好。接下来我看一下，先打扫一下，完成目标，杀死顾客，清理血迹，出售衣服。然后他人呢？他应该要到这边来，对不对 ？OK， 这样没有问题了。你的话，做做衣服。有哦，越来越顺，越来越顺了。有办法做快捷键吗？开始割。OK， 下一个。所以我真的比较好奇他的骨头该怎么处理啊？正常来说不是应该要把就是骨头先拔掉吗？然后再把肥肉给放进去啊？哎，这个整个下去大概是粗脚肉跟细脚肉各一半，我在想。OK， 这边进去，哎，继续量衣服。好，住下！等一下，等一下，还可以。哎呦，等一下！ There's blood everywhere.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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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还好他没有进来，还好他没有进来。好，有了有了有了有有。所以啦，没事没事。啊啊，怎么办？先放到这里，好。然后再继续打扫一下。然后顾客应该是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走掉了，我在想，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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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蛮手忙脚乱的。好，来，饼干这个已经放了，他们应该会自动拿钱、自动拿吃的吧？有这么好吗？我看一下，他会不会偷我们的钱啊？有了，有有有有，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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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拿起来放过去，然后他要拿去卖。哇，这其实是蛮多事情要做的，对，蛮多事情。嗨，你是下一个。有了，他们会自动放钱，不会说给我们偷偷的拿走。然后你再割，总感觉他是不是有点就是作业感有点重啊？但可能是因为现在还是在试玩模式的关系，所以，还在试玩模式的关系，所以说可以做事情不多。但如果说我们到时候正式版出来了，还是一样重复做这些东西的话，那就略显有点
单调，对不对？是哈，没有关系。来，我们看看哦，大概有一个 SOP 在了，就是一边烤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边放新的角落，到时候把它给拿上去。然后这边弄干净了之后，我们还要再出售一个衣服。哎，那一代表说我们可能还要再多杀一个人呢。哎，没有，我们的布料应该是够的。好，然后接下来食物是已经差不多了，没有托盘了，放回去。OK， 再一个，接着放上去。你嘞？我们现在应该不需要杀他们了，对不对？啊，我们还要再杀一个。好，那就算你运气不好啦，好不好？不，杜瑞，哇，直接突眼睛耶！天啊，太狠了，太狠了。好，那你这边，我看一下，再来放面粉。只有一个托盘是真的有点麻烦呢。哇，而且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帮手。哎，这样子来来回回，其实。目前看起来感觉有点单调，对不对？就是蛮有噱头的啦，可以捅人这一点。好，扫一扫，然后我们要再做一件衣服，这样子应该不用再捅人了。拿起来过去，好，这个我们也再拿去烤。然后尸体要处理干净。话说我在想，他那个绞肉都不用拿去冰吗？还是因为消耗的够快啊？他讲说现在肉很贵，因为肉很贵的关系，可能就刚做出来就卖光了吧。嗨，阿嬷，放心，你今天不会死好吗？因为我们的目标完成。有 OK， 这边再来一个，接着把它给放上去。好像试完就这样子了。对耶，你看我是可以选择不杀他的。重新开始绝非易事，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写了这份我们需要做的事清单，以改善我们的业务，这样店铺会更高级，就可以为更多的顾客提供服务了。啊，果然是可以做不同的东西。解锁有了，多了一个工作台，还有蛮多东西都是锁起来的。缝纫机的速度、展示模型、桌子、酒吧，哦，还蛮多，还有温室啊。好，升级材料，打开店铺，穿上。OK， 我们每日利润大概是28块，这基本上来说就是这是无本生意了。我在想，哇，完全是一个无本生意。然后你呢？我来看看哦，他们现在是可以先来做准备，对不对？开店之前先做准备。然后这边也是等衣服弄上去之后放到模型上，这样才不会说客人一来我们就非常的混乱。好，放进去，然后这个放过来，接下来是要打开店铺。有了。好，接下来我看看哦，我们这边有食物，店铺现在打开了吗？应该是打开来了，我发现他点下去是血。楼下呢，也是，好，好像没有客人了，为什么？储藏室满了，啊，有 ，Hello， 你要不要买衣服，还是你想死？选一个，买或死 ，Buy or die， 啊，好，聪明的选择，不，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货物再放上去，哎，如果没吃完它会怎么样啊？没吃完就放新的会，还是一样塞满呢？对，所以我们应该要等它已经没有的时候再补，否则就浪费了。Hello， 波，然后右上角就是我们一天的时间，是不是？对，我们一天的时间就是这样，可能过完之后就没有了。不的，再一个，好，我们现在两个托盘可以做事情，就会比较快速。但是不得不说，目前我们好像一直都在做重复的事情，对不对？你看，宰一个人，然后把它丢下去，然后血清一清，衣服放一放。来，我甚至觉得那个血好像不急着这么快去宰了。来，
再放一个新的衣服。OK， 腾出手来做这件事情。哦，原来在裁缝中，我还以为他是魔法裁缝师啊，所以还是需要站在前面啦。只哪怕他手没有做任何动作。哎，他现在是卡住了。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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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是个魔法裁缝师，没有错。我搞错了，他其实是会自己弄的。好，现在这个也好了，然后我们再把东西给放上去。时间似乎是快要结束了，对，一天快结束了，到晚上了。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们要关门了。还是你要来送死？你要来买衣服？你还是送死？买衣服？而且这件衣服跟你穿的一模一样，你确定还要再买一份吗 ？OK， 时间应该是要到了，但目前感觉起来 ，Hello， 你会成我们最后一个死亡的顾客吗？最后一刻，关门前再让我来选一下，来不及，去了。接下来这个放上去，之前的顾客，这应该是指 OK。有些顾客来了之后会等到他结束离开。嗯，那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多考一点，到时间满了也没有关系就是了。好像是这样，我来看看哦。还是说他指的是指我们已经杀掉的顾客啊？没有呢，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结束啊？对啊，还是有新的顾客一直跑进来。对呢，说好的时间呢 ？OK 啦，这样子好了。啊，可能他是最后一个，我们要去帮他把菜给送好。或许是这样，不，目前玩起来感觉是略显单调呢。大家看起来好像也有那种感觉，对不对？初见就觉得好像哦，有点帅。但是重复的事情一直在做之后，就有点小腻了啊！你要不要吃？要不要走啦 ？OK OK， 快走快走。OK， 这样子好像完成了。来看看哦，等他离开，应该是就结束。然后他不能上到楼上去，他下不来。检查今天的收入。OK， 消息会提高，我们声铺店铺的声音会提高。就是不断的卖东西就会提高就是了，然后买一些新的工作工具。我来看看咯，再次关门，升级工具，没有邮件，邮件大概我在想可能是一些任务之类的。然后这个是 skin 皮肤，可以帮他换不同的那个造型啊。然后他说要买一些工具，桌子买一个看看。OK。可乐可乐，最后我们收好一张桌子，可以供顾客使用。哦，原来如此，就是他们可以坐在这个地方，然后点餐是不是啊？我看一下哦，有了，进来了，进来了。Hello， 两个老奶奶，一号桌烹制他们想要的东西。OK，Hi、okay,。他们想要一个汉堡，我在厨房里面准备了碎肉，他们会喜欢的。OK， 碎肉，我们现在食谱有什么？哦，我们刚才在做派嘛，对不对？其实我们是有碎肉可以做的，就是人肉，嗯，好像是同一种材料。再来是把它给放上去，然后拿去烤。好像一样欸，他没有要做别的动作。嗯，有了，烤好了，准备好了。好，他们一定饿了，放上去吧。之后应该是会，我在想正式版出来之后，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就会手忙脚乱，而不会重复完全一样的事啦。嗯，完美。好，我们要先优先。就是关注有坐下来的人，工作台上准备好一些饭菜啊，就是要放更多更多的，一来就可以直接端上去就是了，大概是这样。A letter just arrived. We moved here not long ago. No one should know us. Who may have sent this? Did you tell anyone about our departure? Silence. Let me read. God. Someone knows our secret.
啊，有人知道我们的秘密了，所以麻烦其实在之后才会来就是了，我在想。麻烦在之后才会一步一步的出现。OK, 接下来就是要等到它出啦，这个月底就会出这款游戏了。我其实会蛮期待它就是有很多的变化可以玩，但如果它就只有很重复的作业的那种一直在不断弄同样东西的话，那就是略显可惜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等到它正式版出来玩过才知道。所以如果你还喜欢这种类型的话，其实这种类型游戏已经出了不少，有些可以做得很有趣，有些就相对无趣一点，但希望它会是有趣的那一种。所以如果喜欢的话，那我们就月底之后再来玩这款游戏咯，下一集见，拜拜。